只要你能进了重点高中，稳稳的你就重点大学呀。那我们还要送你出去干嘛呢？学习不好的才送出去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不好可以回来嘛。但是孩子至少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25分，我记得前几节四还四五十分。黄磊、海清、有的时候我们朱媛媛是为了领衔主演。有的时候我们周一就是周五，晚间7点，只在洛城18台，小别离。